36封情书。好，我要开始了。我大号的最后一次单排，我看了一下，我大号已经晋级赛已经打了9把了，剩最后一把。打完就和人马哥愉快双排去了。哎，终于可以躺了，太难受了。这几天每天打游戏的时候都感觉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没录像，没有信，大哥看什么呢？我跟你们讲，其实没有信，他不是看录像的，他跟我说了，他说他实际上他晚上是在直播间看直播，只是他从来不说话而已，没想到吧？借用个啥呢？把这个新的什么熔铁少女给禁了吧，贼恶心这英雄。啊，最后一把单排了，但这个单排不是我昨天打那小号了，这个单排是我大号，现在打应该差不多黄金吧。排到的队友基本上都是黄金的比较多。先决卡莎静卢仙，我玩情侣吧，要看看对面，看对面再选了什么。你可以试试能不能把它炸出来，我试过小炮啊，两个 AD， 那算了，还是露露吧，双 AD， 双 AD 就很需要露露。就是我那次在法国的时候嘛，不是有一天早上5-6点钟吧在播，那是我唯一一次在直播间看到他啊，不对，好像还有一次是打年度的时候吧，他送了个超火，但是他没有说过话，就仅仅是大家在直播间相遇了这个意思，仍然没有说过话。谢谢 MC 前路无知己送的飞机。露露王欧头人称小阿冷，确实确实。把这个关了，咋还排到白金的了呢？哇，白金的好像是我们编的呀。天呐，5把80%胜率，碰到小戴了，开心。冷酱，大家为啥叫你大师姐啊？其实这个事情我也很迷惑。就是，是啥？是从啥时候开始的来着？可能就是我说话比较刚吧，然后
人家阴阳怪气我，我就会阴阳怪气回去。然后可能因为我说话阴阳怪气吧，然后那个时候不是孙哥嘛，代代大师兄，就是他说话也比较阴阳怪气，然后莫名的他们就开始叫我戴师姐，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啊。承受了我不该承受的东西。对面什么辅助啊？哎呦，我的妈呀，泰坦！我的天，被这泰坦勾到就要被这卡莎一套了。但我最近碰到的卢锡安都非常的靠谱，不知道为什么。希望这把这卢锡安也靠谱吧。谢谢 Master Joy 送的大丸子。那个时候有什么代代工作室什么的，但是他们说话都比较抽象，我觉得我说话一点也不抽象。全军出击！我的水友也不抽象啊！我直播间的水友特别的温柔善良，每天就会在直播间刷好听好听好听，哪里抽象了？哦，我们阵容也太好了吧！还有猪妹，我去，好肉啊！这都勾不中，这个泰坦，他是不是残疾人？我服他往哪勾啊？绝了！预判我的走位，什么就预判我的走位？我不，我要走也是往下走，我怎么可能往上走呢？你勾我，勾我，勾我！nice 啊，卢仙啊，这卢仙上单呐、啊！哎，没事，只要他在上路，只要他在上路混起来了，团战的时候我就把他当成 AD 跟，没有关系。你们自己说，你自己说这泰坦是不是残疾人吧？你们刚刚看到他 Q 小兵了没有？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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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舒服，舒服。哦，好定住妹！哇，这小炮也太舒服了吧！哎，黄金分段打的就是不一样。
我终于不用再忍受白银分段的痛苦了。我跟你说，这不是强和弱的问题，你知道吗？这白银分段根本就没有正常人。这样子这把可以，这把可以出，猛一点的装备。我这个露露已经出了好几天鸟盾了，受不了了，鸟盾还贵，鸟盾好像是辅助神话装里面比较贵的了，对，2500块呢。我这个帝国指令好像只要2200块钱，还是2300块钱吧，总是便宜一些。这小炮还控线，他可真不是人。对面卡莎难受极了，天哪，这把队友怎么纷纷这么给力，很多天没有碰到这种局了，一时有些想哭。不但队友靠谱，对面还菜，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根本不需要我们，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个猪妹一个人就把那千珏给干碎了。你就说，你们就说这泰坦是不是残疾人吧，我说他残疾人还不信，标准残疾人好吧。这就是80%胜率的永恩吗？死最多的就他了。哎呀，没勾到，可惜。就怕这吸血鬼，这吸血鬼有点肥呀、啊。其实也还好吧，两个头。
不是，你们看我到现在连血瓶都没有吃，已经拿了两个助攻了，可见这把有多么的顺利。谢谢小月半送的星空飞机，恭喜豆用户 BXNND4CK 粉丝牌升到16级。这位兄弟粉丝牌到升到16级了，居然还是这种斗鱼默认名称。武器已经被卢轩干碎了，可惜我们这个永恩 也被他干碎了。除了这个永恩，大家都发育的不错，我觉得打野应该多来帮帮我们下路，早点解放下路，我们就可以去中路帮那个永恩了。哇，这猪妹太猛了，天哪，好猛的猪妹。有病是吧？打我是吧？就看小可爱好欺负，这个泰坦。泰坦没大了，可是我也没大了，坏了呀。肯定秒不了我啊，而且我还有大招，我还有双招，怎么可能秒得掉一个有双招的露露？哦吼，吸血鬼来了。哦吼，有点危险，快跑！太猛了，主要小炮死了，哎，可惜，算了，走了。怎么对面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呢？谢谢慵懒 lazy 送的雪人飞机，谢谢 joy wang 送的两个电影小子。不是跑快快绝技，要感恩猪妹救了我。要猪妹要是没来的话，我就死了。哎呀，不是眼神支援，是我没有蓝也没有血，我过去我也会死，所以我一直很纠结，看看有没有。看我们有没有别的队友过来，结果我们的人还没来，对面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就要开始风车卖溜了。我们赶紧把下路推了吧，我们这个永恩已经有点废了的意思了，赶紧把下路推了去解放他们。
吃个果子。谢谢诺言送的冬季卡丁车。这个时候大当然要给猪妹啦，这猪妹多肥呀、啊！给卢翔、给猪妹都行，给小炮意义不大。主要这个猪妹能坦很久，我的妈呀！好了，我要开始跟着卢锡安当狗了。这卢锡安发育可好了，六杠一。从这一刻起，您就是我的 AD。哎呀，被看到了，上去点他。看到没有，这就是跟对了爹。好惨啊，永远都是这个永恩一个人在挨打、啊、我看出来了。猛啊，卢仙！我走了，你一个人在这点吧。我没有蓝了。谢谢 Roger 送的冬季卡丁车。天哪，这永恩不会又要死吧？我感觉他好惨啊，一直在死。哇，猪妹单挑吸血鬼去了，永恩要报仇了，给你一个报仇的机会。溜了溜了溜了，
他头上那个标是什么意思啊？他头上咋还会亮个标呢？嚯，永恩都开始单杀武器了。哦哦，也就是千珏现在要杀了他才能拿到印记是吗？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撑住啊，诸位，快跑！谢谢改名，真的必须中大奖送的星空飞机。能杀个人不冷哥，那看我这头 K 不 K 得到了。 K 得到就有， K 不到就没了。谢谢天空送的两个飞机，还有十封情书。戳黑的野区没有视野。还是跟着这个卢仙好了，他太猛了。直接开啊，这么猛，根本不把对面当人。我发现这两个 AD， 谢谢文小姐送的火箭，谢谢 Zachary 送的火箭，谢谢三十公送的两个飞机。有了香炉之后，现在 在对面就更跟杀猪一样了。我建议滑着走。没人儿，这哈哈哈哈，这千珏就上来看了一眼，吓得赶紧闪现跑了。赶紧一波了吧，不要折磨了，这种局拿对面逃了。啊，这是我这几天双排啊，不是单排最舒服的一次。天哪，谢谢 V 酱送的飞机。你们说吧，这把是不是就是那种队友靠谱，对面还菜的那种局？我这形容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小皮匠的两个飞机。现在三叔光打野很强，都是七杠一七杠。那下次谁有谁让他去对面玩打野，和你对刷吧。三叔公，这是来自大腿的肯定。人家都说你现在打野玩得很厉害了，而且人家还本来就是打野位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我走下路的时候 AD 说这个辅助玩得好啊，这种感觉。你辅助老娘也很强，你还要跟我对线？等下一次水友赛吧，好吧，给你这个机会。啊，对面把露露选了，对不起，这是你逼我的，我本来不想玩猫的。有我有你，一鼓作气。我说真的，我和这些大腿一起玩的时候，玩猫咪的胜率可比玩露露的胜率高多了。所以我一般想自己稍微做点事的时候，我就会玩露露，可是他把我露露抢了。哦吼，被对面选了。谢谢胖曼送的40封情书。恭喜花泪无痕粉丝牌升到24级。什么？三叔公说什么？先把人马大腿和冰岛搬了，还有不当人的少侠，你再带上奥特曼。那我把阿猫派到你们对面去吧，好不好？你带上阿猫吧。阿猫玩 AD 怎么样？对，我把标题改了。今天没有双倍啦，同学们。正常标题。
你一个牛头我在你能不能杀得了我的 AD 还另说呢整得自己很强势的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碾碎他们你玩牛头我就玩情侣出输出装全军出击问人马大腿牛说你强你怎么还在白银分段呢不知道以为你钻石呢说话这么硬气怎么没找大腿他一直在跟人马哥一起双排好不好你当他没有找大腿呢哇是我最喜欢的星之守护者皮肤哎我们这 AD 干嘛呢送死在这跳跳着露露好有钱呐、啊！天哪，第一趟回家都快可以出书了。我最最最最喜欢的鱼在哪儿呢？猫咪是小呆。主要对面 AD 被我 Q 到了。
他是没被我 Q 到的话我杀不掉他，他被我 Q 了一下所以血不多了。哇，这AD也太没用了吧。算了算了算了。走啊，居然被这露露拿了两个头。自己是一块地板，我试过。你说去哪儿？嗯，哎，露露还没有六级，但我们已经六级了。你真好玩，你最近钓过鱼吗？啊，露露也六了，现在不好杀了。哎呀，难受。
哇，螳螂起飞。我发现猫咪还挺克小炮，小炮跳上来的话，猫咪可以直接开大。我流水法杖都出来了，我们俩还没有回家，我的天。哇，对面人马拿到1000块，难受。我在下路再待会儿吧，不然一会儿这下路塔要没了。医学塔呢？天哪，上路这个剑姬好惨啊！开始进入杀人机器节奏，对面人马头也挺多的。我的书呀，啥时候才能叠起来呀？才3层。野生人马，
我怎么记得刚剑姬回城了？他是没回吗？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看着那个艾阔他暴毙了。哎，白放了这个大，不放他也必死。没意思没意思。没有想要 K 头的意思，我有点燃的，我要想 K 我就直接交点燃了。主要是青钢影这个英雄吧，比较灵活，确实怕他跑了。哎呀，难受，我的书又没了。咦，金珠，你为什么现在才出现呢？不能再拖了耶，这青钢影到时候起来，这剑姬太能送了。这青钢影起来没用啊，到时候顶不住，他把你套进去，你也秒不了他。诶，发现一个小露露。哎，发现一个泽拉斯，难受呀！我的杀人戒是一层都没有了。这剑姬他是想不明白吗？他打不过这青钢影啊，总在上路想跟这青钢影这么皇城 PK 干什么呢？
不是不是说对面会玩知道针对螳螂，就我们这除了螳螂之外其他人没有，根本没有一战之力好吗？就是就这螳螂根本不需要针对啊。小露露，还是还好，换掉了。Nice， 这波啊，舒服了，舒服了。诶，这从哪里冒出来一只青钢影啊？他原来在等我呀！哇，我发现大腿真的太难了，他相当于一个人打对面五个人。他还得指挥他们。我才出来，你咋又回去了？浪费我一个扫描。还不宰了这泽拉斯狗东西，好，回家出书，美滋滋。我要回家啦，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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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友已经上头了，我跟你说。你看这剑姬前期被这青钢影杀成狗，这一膨胀起来呀，根本就不肯走，太可怕了。一波，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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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拿下，耶！我标题已经改过啦，你们刷新一下就改了。有大腿的感觉还是好，这把如果没有大腿的话，感觉撑不过25分钟。只能说明那个青钢影更会玩呗。我不太会硬辅，一直都在玩软辅。其实新出的那个钢铁什么什么少女啊，什么玩意，挺强的那个，又肉还有控，打人也挺痛的。忘了搬上把，忘了搬剑魔，带来终结。对，瑞尔那英雄我打排位的时候碰到过两次，真的很烦，这英雄不讲道理有一点。其实上一把那个露露，我看看对面什么呀，卢森，嗯，我是玩猫咪还是玩露露呢？螳螂是吧，玩露露。见到你很高兴。哇，我们这个阵容，天哪，卡利斯塔加锤石，对面下路好强啊，我跟寒冰，我们俩只能塔下猥琐了。对面的阵容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没有什么前排，我们还有一个塞恩呢，猛啊！对面这个下路。
这把再赢的话应该黄金一了，感觉这把小可爱要被暴揍。先看看对面的胜率吧。哦吼，对面这个赵信七把百分百胜率，完了，是个带。全军出击，对面这个锤石也是老锤石了，696把的锤石，害怕害怕，好害怕呀。没有，我的露露只有500场，没有千场，这就很成问题。好吓人，都不敢上去补兵呢。果然中路被戳烂了。
哎，吓死我了！这突然踢下来一个青钢影。裂开来，还可以，这波下路舒服了。寒冰突然打出自信了，可以来，好猛啊！这都能勾到吗，大哥？看到没有，这就是盲目自信的下场。你怎么又被勾到了，大哥？这寒冰真能死，我的天，才出门又死了。我用生命给你们换的优势，我们下路的塔皮呀，好难受啊！我感觉这边要过去帮忙了，得小心一点。没办法，没杀掉，究极难受。
三子大开到哪去了？哦，好吧。哇，三别走啊，人马要出事了。这打的只能说很激进，没有必要啊。牛逼！他让他放个E，当然是对着草丛放了。他在干啥呢？坏了呀，吵起来了，快快走吧大哥。哎呦，你就为了这几个兵至于不？一会锤石来了，看你怎么走。吵起来了，已经人马一喷三。大鼻子露珠，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真的好阴啊，好恶心啊，老阴逼。
那我走了，你一个人去吧。多猛啊这寒冰，一个人去推塔。你们怎么队友死绝了呢？怎么接不了这个，说实话没想到这把会打成这样，早知道就玩猫咪了。我回去出个血，我出个三速鞋吧，这样可以跟得上人马。我怎么觉得现在这三速鞋还是很慢呢？为什么这么慢呢？我走路好慢呢。他们怎么还有空打字啊？他们好闲是不是啊？我就为了上去给这人马套个大，哎呦我去，冲得那么深。可是除了人马之外确实没有别的队友可以跟呢，跟谁都不行，跟他们也没什么用，他们主要是没用。一杠五的寒冰，青钢影要杀这男枪，好快！
哇，出事啦！来了个来了来人了，这个果果我是觉得我是没想到会打成这样，你知道我看寒冰嘛，那我觉得对吧，出个露露然后又有一个男枪。出冰心别出即刻，我呀，哦，猛猛啊，赛恩哥，吓死我了，我的妈！没有，我怕人马死了，刚刚那个血量真的很吓人。走了走了大哥，走了走了，这寒冰还想在这干嘛呀，你想干嘛呀，这寒冰这想太多了，从1-5打到4-5，打出自信来了是吧，吓死我了，看他还回头 W， 真的可怕。我抢到了，猛大哥，给错人了，烦。哇，这赛恩太猛了。Nice！ 这三人像个战神，我妈太吓人了。我们要走了，大哥，走了，走了，走了。
利斯塔，猛啊！就搁那哐哐点我。还轮不到我到对面，他们已经一波了。耶、yeah, ，我们是冠军！啊，还没有升段。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09，感谢所有还在直播间的朋友，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阿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玩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啦，明天我们哦，明天晚上8点带货，哎，我好像看到昨天那个点稻香的同学了，可惜他今天不在，在我弹琴的时候，好，明天晚上8点带货，拜拜，我们明天见哟。